这个跟您说实话，就是这个家长我都觉得有压力，因为在我身边像我这种奋斗在一线的人还很多，只是呢就是说我呢就是说接触这种高危病例近一点，跟比他们跟他们比就是说稍微距离近一点，他们就隔几米，我呢就是一两米，其实都差不多。领导呢觉得像我这种呢就是说更近一点的呢就是说加以表扬，我也没想到疫情刚好公布开会的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回过家。运送完那种隔离人员或者直接接触人员呢或者疑似病例的人下午就送物资，控制的比较好，那你回来有家的感觉，但是呢尽量不能让你跟别人接触，就是这个意思。我具体我真的还不知道，因为我干到现在我头都是昏的，也每天这样弄，我觉都没睡好，昨天晚上又是一点多睡的，现在又在送物资，因为军人出身嘛，也喜欢锻炼身体，这个自我感觉还是不错。